Hello， 爱奇艺爱聊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华晨宇。答非所问挑战，回答完全不相关的答案，如直接回答了问题，则为挑战失败。你早餐吃了什么？天上有风筝。你的猜歌能力是不是比杨迪更胜一筹？我今天没吃饭。你今天下班后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？我想吃雪糕，但这个是错了吧？你今年是不是要出十首歌？我今年会开演唱会。采访结束了，你成功了几题？成功了几题？我都成功了。这是我们最后一个问题。小丑吧，展示一下手机壁纸。挑战，最近一位跟你微信聊天的王牌家族成员是谁？王牌家族李儿姐跟小彤。刚刚说出三首跟春天有关的歌。春，小燕子穿花衣，太阳当空照，花儿对我笑，小鸟说早早早，开学春天。王牌家族第六季的口号是什么？王牌家族 3, 4, 1, 2。王牌